Hello， 大家好，今日会和大家分享我另外弹的一首练习曲，是双手的勾弹抹弹。咁雙手單手先啦，右手嚇，咁啊佢就譬如第一個咁啊，哆哆嗦哆啊，咁咪一二三四下，四三隻手指做四下，咁我哋又叫做四點啦。中指先一二三四，咁咪同時左手亦都係一樣啦。而家我戴指甲啦，咁所以咧我就會喺準備弦嘅時候咧，我就唔會貼住落去啦。某啲情弦就會貼住嘅。當我呢度截咗音嚇，用呢度嘅地方截咗音嘅時候咧，我就會擺弦啦。但係因為呢個彈哆哆時候咧，因為已經係截咗咪擺咗啦。咁但係當彈呢個嗦之後嘅嗦哆嘅時候咧，就要凌空。在兩條弦之間，或者直頭就不擺弦，直接咁樣彈凌空通凌空彈啦，咁咪可以隨你選擇嘅。咁咪我就喜歡係首先截咗弦擺定佢，咁就彈嘅時候咧，嗰個準程度就會高啲啦，即係會擺好先，咁個八度就唔需要再揾個八度啦。如果唔係有時個彈錯個八度有機會會彈錯嘅，咁啊呢個係一個好習慣啦。咁啊，希望大家可以多啲去研究一下。咁我而家講呢首練習曲先，我就分咗四句。第一句就再分為 A 同 B 嘅，跟住二三四就獨立啦。第一句咧個 A 咧一 A。咁就提比較彈強少少啦，一 B 嘅時候咧就稍為細力，就褪過嚟少少彈三分一個位置。我彈咗個一 A 先啦，一 A 嘅時候咧可以擺定三條弦啦，咁當然唔好擺，因為冇手指功啦，佢只係得個第一個小節，只係得一個哆嘅啫，咁啊開始彈咯喎，跟住到彈咗嗦。嘅時候咧，我就將佢呢個截住，然之後擺好呢兩隻擺落去，然之後彈。咁佢個 way 咧就呢要凌空啦。嗱，彈個當彈個拿 way 嘅時候咧，我已經擺咗落去啦。way， 我跟住 B， 唔係 B。好，再嚟多第一行啊！咁我會彈兩個俾大家比較一下，一個咧就係擺弦，另外一個咧就係唔擺弦噶，唔擺弦啦。啊，另外一個咧亦都係呢一行啦，咁咧就會擺弦嘅。大家比較一下，咁擺弦嘅時候咧，亦都可以係好清晰嘅。咁但係就要需要嘅時候咧，其實擺咗弦之後咧，第二個音咧，亦都係可以係凌空，唔好擺弦，咁就彈出嚟就會更加清晰啦。跟住第二行啦，係仲未完嘅呢一句嚇，去到呢度先完咗個一 A 嘅。咁跟住一 B 喎，稍微聽過少少，細利少少啊。好，最拉尾個 Ray Ray 拿位到咯。就擺開隻手，準備個大鉸刀啊！啦啦，做少少，就呢、這個。
呢個都係兩拍嘅。咁跟住咧就第二句啦，第二句咧嗰、那個左手嘅組合咧就係、是、so so re so 嚇、啊，咁、那個右手咧就係、是、re re so re 停 so re so 嗰度仲有個零啊，零嘅時候咧就可以擺低喺零個位置。零的時候就那個時值俾可以俾我哋擺低啲啲位置嘅 ，re re la so re 停或者 so re so 亦都可以噶 ，re 咁啊，我哋對一對佢咯喎 ，re 停 so 再試一次。我在下面那裡框了一條線，你可以擺定擺好三隻手指先彈 Mi La， 再彈一次下去，La Re So La Re So Re La， 再試一次這裡個要卡拉咗去下一行嘅左手係 so and so and re and so and 嚇，呢個要卡拉咗。呢個組合左手嘅組合咧係喺下邊嗰度，下邊嗰行會再有兩拍嘅，即係一個小節嘅。咁我再喺第三句再嚟多次嚇，由頭嘅第三句嚇。好，跟住完咗之後咧，呢最拉尾嗰四個小節有少少唔同嘅左手啦、咪、咪，然之後哆、嗦、哆，好呢個啦啦咧，啦啦就可以擺定，跟住個 re re 就唔可以擺定啊，只可以擺一個 re 啫 ，re and re and， 然之後逐個個擺。後面的那五個音要逐個擺下，跟住我哋睇下佢右手咯喎。好啫，哆，彈緊哆嘅時候咧，個中指已經擺咗落去。哆，如果你唔習慣，可以彈咗，然之後咪嗦哆亦可以嘅，擺呢三隻嚇，哆。亦可以啊！彈當彈過呢個手指弓哆嘅時候，中指已經同時間擺落去啦。哆，我哋平衡兩隻手咯喎，係。好，頭先講話呢個手指弓唔可以擺定，就是、原因因為個左手有個中音 re 係。要彈的，如果我這個未彈，但是這個要彈的時候就會沒有聲音了，截住了個聲音，所以彈這個 re re la re 的時候，我們要遞起它，不可以碰到這條弦了。好，接著這個哆也都是了，如果我們這個碰住了，也都是碰住了條弦，也都沒有聲音了，所以遞起個左手的大指啦，都，然之后，再试一次。啊，呢、这个咁就弹完咗，格式嗰、那个点样弹啦？咁而家成首歌第一次，大家听下啦喎。Thank you.
第 D 嗰句啊。我除了個左手指甲，等大家比較一下，如果不戴指甲的時候，那個效果是如何啊？媽咪在做什麼？是啊。對不起。你不要這樣。等一下。我休息一下。好啊，麻煩你。不好意思啊，我女女她以為我不是錄緊音啊。咁係而家我就除咗指甲啦，咁睇下個左手擺，左手擺嘅時候咧就冇呢下嘅節音啦。啊，直接就彈個 re 啊，咁啊再聽一次，由頭聽一次咯喎。或者有時中途我可能會解釋一下嘅，咁而家一路彈就先嚇。好，咁啊睇到我呢個 re re 啦 re， 彈個 re 嘅時候咧，個哆咧已經係可以擺定落去噶啦，因為左手冇戴指甲咧。就可以先前擺定，但係如果戴指甲嘅時候咧，佢就會有機會有雜聲啦。咁聽下，啊，同埋跨得遠咧，咁就有機會咧，呢度咧就預先擺定，呢度就會有少少雜聲啦。咁所以咧，我哋係唔戴指甲嘅時候咧，我哋先至可以擺。預先擺定啦，咁再喺 re re 拿 re 嗰度嚟啊！蘇嘅，咁啊依度要留意啊，啊唔好彈咗個啦嚇，呢個，再。前面都是個啦嚟嘅，係 re re 拿 re 啊，拿 re， 所以跟住後邊嗰度咧就係拿 re so， 佢又對應和應翻噶。Thank you.
少少呢首曲彈琴嘅心得啦，希望大家喜歡嚇，亦都可以希望幫到大家。我哋下次再見啦，拜拜。